宋伟立，现任基隆市议长，基隆市选区立委参选人，拥有156笔土地，人称基隆地产王。从公公林文龙就出任基隆市议员，长期掌握地方势力，但担任公职的一家人，怎么会有如此巨量的土地、房产？宋伟立面对这样的质疑时，用哭戏转移焦点。我已经变成了155笔的土。虽然我是真的不知道继承这么多土地有什么好哭的，但除此之外，耍官威、滥用公家资源，难道继承有罪吗？江局长，我已经心生畏惧了，我很怕我被人家绑架，所以今天以后您派两个随护跟着我。但156笔土地、14笔建物，宋伟立仍交代不清不楚，要让这样的人进国会吗？2020巨头国民党，巨头宋伟立。